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434面，第三行啊，第三行后面的一段，对第四阿罗汉看去啊，四阿罗汉，亦为色差。应供不行，有这三个意思。乃端经相继非相处，一切思惑之声闻行结果。非相处就是非相，非非相处天。这是四空天里面最高的一层，以端尽一切见思惑，故名色差。这个色差是比如一的修行结果。应受人天供养，果月应供，这是修行里面福报啊，上界大的。佛陀慈悲，常常念着众生，拢嘛希望众生修福。啊，修福最殊胜的福报是供养。圣贤啊，阿罗汉的修行里面是圣人，所以供养伊呢，会得到大福。无一生中，真主古佛入无无涅槃，未过再来三界果月不生。伊啊，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未搁再转来了。转来呢，那是帮助众生的。咱一般讲再来人，众生若有感，伊会来应。所以啊，再来这是应化身。不是业报心，六道里面的业报，伊也断尽了。所谓声闻者，这是上闻第四种声闻故者，对初故到四故，该知断歇离言。是伊啊，伫西方极乐世界，也是都爱断歇。啊，无断歇呢，啊，这就无办法通啊进步，无办法啦、啊、提升境界。啊，由此怎样？弥陀本愿威神加持。伫咧现象形象上，伫非神通道力，那亲像甲法身大师啊，上丰富，实际上烦恼无断尽，也是都爱伫迄边断烦恼，这才是合情合理啊。啊、阿弥陀佛只是在环境来帮助你，功夫也是你家己去做，也是都爱啊家己放下。
实实在在讲呢，这往生的人，悉发菩提心，本是一佛性，用修行啊，这个来作为这个断烦恼的一个比如。实际上，凡是生到极乐世界条件呢，三辈往生讲得真清楚。发菩提心，以向专念。若无发菩提心，未当往生。咱知影，诸果阿罗汉也是无发菩提心。因若是发菩提心呢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生方便又无土啊？为什么呢？因断业啊，见思烦恼断了。也无亲像咱这的凡夫，随发菩提心，烦恼无断。到极乐世界也是在断烦恼啊，也是在放下。不过呢，到极乐世界放下都真容易。你对有为什么要放下这个道理非常清楚，非常明了。逐天啊，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，这个习气呢，拢会当啊断尽。所谓声闻者，只是显示伊啊断歇的程度，而作顺俗之谈而已。这是交代个真清楚，真正明白。一面讲阿维瓦蒂呀，解释阿维瓦蒂，又作阿比瓦蒂。小本弥陀经都是也用阿比瓦蒂，讲这个意思。乃不对转有生活道路之意。这个解释嘛是真好啊，有生活的这个道路未退转。就问主文说，回基大师的注解，阿弥陀经注解有讲啊，那比不地者，阿基阎母。就是翻作中国的意思是无，必不得言退转。所以梵文翻作中文的意思是啊无退转。故大品经就是八字经，大品八字经讲不退转故名阿弥不得。经一代阿精机甲修行之菩萨，方知此位啊！通常经内面有比如讲，修行就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，才会当成佛。这个菩萨呢，已经修行一个阿僧祇劫，在成佛之道上。决定啊，未退转，这称为阿维瓦蒂啊。这是经论上讲的，但是净土法门但亦无私啊。净土法门讲的阿弥陀佛跟这个意思是无同款。小本啊，我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啊。阿比不地，凡是用心的人，只要到极乐世界，拢嘛是阿比不地。因为啦，彼得阿维瓦蒂家，彼得阿维瓦蒂，能本啊正懂，无量寿经甲这个小本的弥陀经里讲的是同款的。由弥陀要解惑，
阿比伯的主文不提，不提有三种。第一个是为不提，立性流不对还地。为不提什么人证着呢？苏德完都证着啦。修行初果，那块位处真假是圣人呢？伊未替转来呀、啊、做凡夫，虽然无出六道轮回，伊伫六道内面往生啊，只有两个所在：天上人间。啊，头前咱有读过啊，啊，天上人间七处往返，伊决定成阿罗汉。换一句话讲，伊就是超越六道轮回了，定阿罗汉，永远未来到六道来。伊来呢，迄是咧帮助度化众生，就到下诸行咯。啊，这是啊，第一个为不提，第二呢行不提，行道生不。对理性的啊，这啊这条阿罗汉伊无阿罗汉这四种果位拢无行不提，度众生困难呐、啊，众生无好度啊，唔听话咧。违背你甚至讲也要伤害你，阿罗汉一个发脾气，啊，煞去卖道理咯，伊就退转咯。菩萨袂啊，菩萨啊非常慈悲，菩萨来当忍受凡应的众生，你袂去甲责怪，也是咧等待机缘，所以菩萨有行不退。行道心，伊未变作理性啊！理性就是声闻跟缘觉啊！啊，这个帮助众生的时阵，甲伊是有缘的众生啊，伊会甲帮忙；无缘呢，伊就未甲帮忙咯。你去找伊啊，伊甲你帮助；你无去找伊，伊未主动来找你。无亲像菩萨，菩萨是。主动去找这些苦难众生，主动去帮忙，所以做众生啊，啊不请自由，伊未邀请你来，菩萨来了，阿罗汉啊决定未，一定是你去找，伊欢喜，伊加你，伊无欢喜，伊就不爱插你，这是阿罗汉啊，必须分。第三个念不提啊，阿维瓦蒂实在讲啊，是念不提，心心流离娑婆罗海，什么叫做娑婆罗海？娑婆罗海是梵谷啊，诸文一切中地海。一切种地广大无量无边无尽，所以用海水来甲做比如，即如来啊，过海啊，实在讲到是自性啊，称为性海，别到初地菩萨境着。原告亲像华严经初住菩萨证着，伊也证着条件，破一分无明，证一分法心。弘忍向下离边，转归中道啊！伊真正放下了。这个放下是什么呢？不起心，不动念，这叫做中道。两边是空有两边啊，就是对立的两边，伊完全拢无了，就是两边不立，
中道不准啊！如果要有中道念头，伊也无离开啊。伊无证到这个境界，中道只是咱讲讲的尔，伊可能绝对无中道这个念头。你看有中道，甲空有两边又搁对立咯。啊，所以中道也无咯，这是不得已用这中道啊，叫专归中道。实在讲呢，都是专归自性，专归相即空，念念流离娑婆罗海，足结念不提之难净啊！啊，那现在念佛人。果然呐，你呐，真正会当发心，一心清念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以外，所有一切杂念拢做了放下。要注意讲，这个定无时啊，念念啊，不提娑婆罗海。所以净宗殊胜啊。净宗真正是大圆满，三宝六海，我按教爱初住，别教爱初地，这是净道。啊，咱今仔日念佛，一心清念阿弥陀佛，定无念念流入三宝六海。这是真的，因为啊，你一心清念，你决定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。阿弥陀佛，本愿啊，功德力的这个加持，你就是定悟阿毗婆提菩萨48愿第20愿。凡上生西方极乐世界者，该做阿惟越地菩萨。这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的成就。换一句话讲，修其他法门，也就是上讲的通道84000法门。进到这个高位非常困难，确实要爱真长的时间。一生不能做未到，但是修净土就真容易咯啊！是到极乐世界，定悟啊，是证到阿惟越地。要烦恼习气呢，慢慢再来断啊。就像头前讲的，见思烦恼、定杀烦恼、无明烦恼，慢慢再来断。一个到极乐世界，也地非心通道力。都甲发心菩萨上顶，这是啊，佛力加持，不是家己证着。啊，佛力加持有路用啊，不是无路用啊。所以啊，都有能力，甲发心菩萨是同款，甲变化界、虚空界。一切有缘众生感应道高，也就是法界虚空界无量劫来跟我们有缘的众生，他起心动念你都知道，你有可能需要帮忙，你自主连连会去用，你去帮助他。
即将书生的功德利益，其他经论内面是无的啊，其他法门内面也无啊，一切诸佛如来佛陀内面也无啊，只有极乐世界。实在是太殊胜了，咱来认识伊啊！但是净土妙法，要在五业十恶。这是祖宗第一个罪啊，这是对无间第一个，也叫做阿鼻第一个。阿鼻是梵语，这个第一个内面受苦无间断呢，对进入第一个迄天到出来，这来对受苦。真正是一分一秒都无间断，苦不堪言啊，无法当形容。这款的众生是念心咒、带妖星、故下下品者，该这三不提，这个也不可思议啊！五业十恶。一灵心，一灵法官，就是讲临命终时，遇到善友来劝导，伊真正会忏悔，这真重要啊！伊真正会头灵心灵愿，对你念佛。一声十声拢会往生，这无可能的代志啊！啊，咱知影，这款的歹人啊，你命中时有人啊，劝伊念佛，伊会接受。咱就相信讲，这个人俗世的仙君亲护，这一生未歇咯。无人嫁伊啊！你无缘分，无拄着贤弟婿。如果有人劝伊呢，伊啊拄着贤弟婿，肯定会接受。为什么呢？伊啊俗世贤君亲父，这是讲一生当中无去拄着贤缘。你命中时啊拄着贤缘，伊也是灵性，也是接受。我过去啊，伫美国啊，马里兰州的就公大这个、先生，伊一生无宗教信仰，人足好个啊，所以唔是讲恶业十恶，伊是一个善人，是一个好人，无宗教信仰，伫美国啊开一间面包店。伊啊，着癌症，被伊放弃治疗，互伊倒去厝里。甲伊讲啊，伊个寿命只有几工尔。厝内人这时阵，四界求神拜佛，希望有奇迹出现。啊，迄个时阵，咱正宗的同学伫迄边成立一个华富佛教会，无偌久请我去做会长，都成立无偌久，较无一年，
拄到周公台这件代志，厝内人来找了，啊，咱有几位同学真热心去甲帮助助念。看对伊了后，看到病情确实是无办法过恢复了，就劝伊求往生啊，甲伊讲叫了世界好处啊。伊听了后，真正欢喜，真正来接受了。甲因兜的人讲，唔免阁甲我治疗了，卖阁去找医生、找药，无需要。你拢总念佛，拢总念佛啦，帮助伊往生。所以厝内人也真合作，一家人对着咱几个这个佛友啊，到阵来念佛啦，三工念三日三暝的佛，会真正往生咯。证明弥陀经上所讲的六一日、六二日、六三日，那是真的啊，不是假啊。另外，以前无接触过佛法，也唔捌听到，只是啊，临命终的时阵三日也无念经咯，今日念一句佛号，在咧念，已经真就往生了，大家往生啊！这个王星叫做世界是下下品，拢得到三不提啊。啊，那嘛是真正好运，有这样好的机缘，亲身看到这个例，相信经上讲的一点啊拢无错，是以灵宏大师赞话。灵峰是熬夜大师啊，伊住在西天目山，伊刚进的所在灵峰刚等啊，伊老大人赞叹讲：十方佛土无处名相啊。无这个名称，啊，无这个现象，无处该位。菩萨的该位，无这个该位，无处法门。一般世间法门内面无这个法门啊，只有极乐世界有啊。十方佛土内面啊，都拢无啊。为心性之极地，这是讲阿弥陀佛啦。那西方叫世界是阿弥陀佛心性之极地成就，持名之基分，持名基分是称往生的人，真正是一念相应一念佛。念念相应，念念佛啦。弥陀之大愿，何以有处？哪有这样啊殊胜庄严的成就呢？老耶大师赞叹个真好啊！众生会去度到这个缘偌深的，这个福报偌大，开经记所讲的六千万劫难遭遇，比这清居士讲的也拢是赞叹这个无量劫来啊，稀有难逢的一天，你度到了。咱今仔日拄到，绝对唔通放伊去啊！放伊去，迄就是太可惜了。
这个啊，罪孽是真正叫无量无边啊！这样你殊胜的缘分，你哪会当去错过呢？至少嘛，都爱呀，去争取一个同基础啊下品的改位，你才对得起阿弥陀佛。真正不分，至少咱啊同基础终不往生。这是咱来当去争取到的啊！啊，咱对有正宗典籍的修学，有十几年、二三十年，有这长的时间。那哪种爱都是无放下，灵性、灵界都是欠行念念。现在伫这时阵，咱啊拄着大灾难咯，不放也不行。呀，我想讲，现在只有两条路，你不放，那就是阿弥陀佛。你放下，就会去极乐世界。摆在咱面前两条路啊，无办法选择啊。你也敢讲，我也是莫做啊，你无做呢？你敢有孝顺父母呢？你敢有尊敬师长呢？你有真正信佛无？你有真正学佛无？甲古代的来比差足远个啊！念佛上经拜忏，无固着真诚恭敬的心，未奈有感应呢？伫佛门内面，无论你做甚物代志。无甲我的利益啊放下，自私自利。你为什么拜佛？你为什么学佛？为着升官，为着发财，为着求佛菩萨保平安，做这款的代志啊！佛真慈悲，未过你。求佛。不比你发财，心血发财未当啊！佛无这能力啊！求佛不比你平安，佛心是有这能力也未当啊！哇，一句话讲，你伫佛面前下愿想要求的，一项都得未着。这经常讲啊，真清楚。你要求什么物件，你家己啊，迄、那个心都爱改。你心行不正，佛菩萨未当帮忙啊！心行正，会当帮忙。所以佛会当帮忙的时阵，也是你心行正，你家己修行有功德，佛才会当帮忙。现在这世界这么乱。
在历史上从来唔捌看到，清朝末年啊，虽然真乱，人家号做是伪君子，但也有一点仔良心，做歹代志啊，够惊人批评，啊，想办法来暗砍，最来也够是仁义道德。现在人啊做歹代志，唔惊人批评。现在这社会奇怪啊，做歹代志，大家赞叹讲你有本事；做好事了，颠倒甲你爱笑，这老古板啦，拢饿了。现在变成这款的啊，所以才会有大劫难发生啊。啊，咱拄着了，合佛人拄着了好事，为什么呢？让咱有高度的感悟。醒悟过来了，要做未应你啊！一定要认真啊！环境逼着咱要做未应你啊！真心切愿。一向专念，真心切愿，就是发菩提心。这个方向，这个目标，其他全部拢放下咯，那就决定成功。未后呢，祝翁兴家因随意修行，就用种种大乘发一个，并住在的故，何莫不欢喜呀、啊？欢喜充满，上生欢喜心吗、啊？这是西方世界学习的环境，整个呢只是啊，古贵的呢，古修行树果啊，真正整个的这个啊状况，《华严经》上讲得真清楚，五十一的阶级。十信、初信，定有四陀环；三信，定有二果；五信，定有啊十三果；七信，定有阿罗汉四果。啊，八信都是辟支佛啦。九信是十法界里面的菩萨，十信是十法界佛。这拢无见性，啊，拢是啊，为不提。各向上提升，都是初住，初住才真正证着行不提，得念不提。在迄个所在修行，各位也就是学习的成绩，不断向上提升，
我喜充满。每天拢有五次啊，这是欢喜的来源啊。为什么你讲，大家有五次，大家有新的心得？咱过来看下面的第十七品。专地功德第十七，专地是七宝地，功德是八功德水，这嘛是啊，大环境，修行的大环境，咱看念老会甲咱介绍分品明。极乐专地不可思议功德，提出了三点：第一，修明地德之中相，并列标地量啊，这七宝地的大水啊，七宝地的水，七宝地周边花顶的树，地内面的莲花。甲咱啊介绍，第二，利用妙法生息善根啊，菩提的水嘛是法。第三，十方圣者莲池化生，莲花化生啊。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拢总拢嘛是莲花化身。请看经文，尤其刚登左右，山地交流，从广啊深浅，皆各一定。你的大水无同啊，一十有损，二十有损，乃至啊百千有损，十年相结故不功德。极乐世界这个池啊，真多啊，小池，十有损，二十有损，大池呢？千有损，就是大海同款。在咱这世界，小池亲像乌壁，大池亲像大海。也无论是大池小池，十年相结，水拢是也有八功德。咱看念老的注解，江等左右，山地交流是中相，标宝树连池周边几国。在西方极乐世界，你会看到啊。观经曰：一一滴水，即不所行；一摩尼水，流注花间。这个花间，池内面是莲花，池的边啊啊是宝树。宝树需要得水的滋养，这个水自然流自啊树干，心思上下，这水真妙啊！
咱这边的水只会当向下面流，袂向顶面流；叫做世界水会当向上流。可见叫做庄严微妙，超乎一切。你在世界内面无的啊，到极乐世界你才会看到咯。别相中修为专低啊，之行量从家长多，共家宽多，地之长阔深浅，应机发现，其量非一。地的大水，水的千千无同款啦。伊啊，随着人的意思，咱啊，甲伊深，伊就深；甲伊浅，伊就会浅。伊随着人的意思。佛在大乘教上讲，一切法从心上生啊，到极乐世界完全兑现，一切法随念而生啊。所以水滴大水千千也是如是，清其形体各为一定。对十幽旬乃至八千幽旬，该随应啊离现。这个内面尤其不可思议。也应啊。每一个人的心念，我想这个底较细一点啊，你想要迄个底较大一点啊，咱拢伫这底内底，我会感触到细，啊，你迄个感触就大。我想要浅一点啊，我感受就真浅；你要深一点啊，你会感受到深。啊，不可思议啊！同一个底内底啊，无迄个不如意，你叫做世界啊。鼠标追的，是主专底即把功德底。地水心结啦，清芬红福，五月十年相结，这是啊水之德，水的好处啊。咱这世界无啊，伊有啊不一种功德，下面。都嘛爱讲到，所以滴水真清气，一点不染，清洁透明诶。对滴诶顶面会看到滴底，底就是铺这个金刷。清香清芬红火，你闻到这个水的气味，清香液体啊，
你的信心在气氛里面，就像我们讲到充分的养分，你就啊充分的能量。所以经文上用斩连雄杰来赞叹你，水固不得五清啊，不功德罪，称赞净土经文，何得名为不功德罪呢？一家定经。啊，定经，定是不动，积罪，应那是清气，这时候连污都拢无。水比干啊，亲像一面镜同款的啊。你食清冷，那那一般人咧讲啊，清凉，这个清冷都是清凉的意思。你接触到就非常舒适，这个。定静清冷，嗯呐、啊，这个世界内都有。在水内面会当去看到，现在就罕得去看到咯，因为现在空气的染污啊，水源的染污。这种定睛啊，清凉都未当够看到咯。这个念污拢嘛是人为的，三只甘米，这咱世间的水是无的啊，伊啊水是甜的。这是讲水的滋味。水也是甜的，是食清嫩，这也是咱这世间呐、啊，看袂到。咱这个世间的水真重，伊迄个所在水是清嫩的。我家的论德，论德，咱这所在水有啊，滋润。对咱皮肤的论德，对啊，树木花草的论德，咱家安和，这咱的水无的啊。西方世界的水平安和睦啊，未享受水的啊，把这水滴来对袂淹死。为什么呢？水随着你的意思，我要较浅一点，伊就浅；，和我脚底打到花，伊就打到花。也随人的意思啊，去吃饮食都饥渴。你啉这个水，对啊，得到充分的养分，
滋养你的信心，而且这个水，那像甘露同款，会医百病。如其卡定啊，无量过患，未食饮一定能中用诸君四大。你看，你啉这个水的时阵啊，伊的啊中用诸君就是六君啊，那你必须心意，四大就是咱的身体。精液是了不起啊，种种殊胜善根也帮助你增长善根，这是咱世界上无的啊。如何众生上路受用，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多福的众生，所以极乐世界无需要其他饮食，这波池内底提供的北功德水，什么问题拢解决了。北功德水拢是啊，对自性当中流露出来啊的水啊，极乐之水能利饮食，增长种种啊。殊胜善根，可见极乐不可思议。这是甲宝池内面的滴水，不可思议的殊胜功德介绍予咱。极乐世界不敌无量无边，得注意啊！出其不尽，用之不竭。像泉水同款，无像咱这个世界，咱这个世界科学家已经啊，提出警告。咱将来会有粮食危机、水资源的危机、能源的危机，危机太多了。极乐世界毋捌听讲有啥物危机，遮好的所在。咱啊，确实是会当去啊，毋是袂当去啊，真正会当去。阿弥陀佛，西方啊，世界大众无一个袂欢迎你去的啊。为什么毋去呢？去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咱啊身体生活的这些必需品一项都不免烦恼，孤主的用电老管头前有记录，拢是变化，像什么款的经典，伊就现什么款的经典。像大就大，像细就细，像伫空中嘛会用哩，像伫地面嘛会用。你看卖如何自在？
旅行的时阵，强电随身啊。咱这世间人做未到啊，西方世界大行拢现成的啊，我看这个画边的树，颜色雄光。南边无数尖丹香树，叶上果树，花果芬芳。功名照耀，修条美业，高后低出种种香，水母灵露，随风散花，烟水流芳。这是七宝莲池岸边的风景，花草树木，无数尖丹香树，这古怪的字，啊，尖丹是不香啊。叶上果树有花啊，有果，花果芬芳，未下去啊。所以伊叫做一真法界，是法界内面有花草树木。伊是无常的，心法界内面的众生，人有生老病死，地无的，无生住已灭，山河大地。空物有形诸坏空，无这项物件是永恒不变，无啊。这无呀，叫世界大项拢嘛是啊，永恒不变，这妙啊！所以啊。所以叫一真，为什么伊无变化呢？在圣经里面有甲人讲，宇宙万物对都会来，为心所现，为色所变。十法界里面的众生。有情色啊，那就是讲伊有变化。西方叫世界人，生到叫做世界，人人啊，拢嘛啊转世成地啊，完全动机土里面虽然有精色，也叫带业，带起并未起作用。啊，咱有理由相信，咱若去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身边左右拢是大菩萨，拢嘛是顶格菩萨。啊！咱遐分别执着起心动念生未起来啊！你甲看周边的榜样，啥人起心动念，
谁人有分别，谁人有执着，无这个物件都无变化，所以人的身体无变化。所以讲叫世界往生，不是往生，亲像囡仔慢慢啊大汉，无啊，伊是化生啊。去到西方叫做世界，你啊七波连地里面现身，迄、那个身啊，都、就是跟阿弥陀佛的身同款的呀。身的体，紫毛真金色身，身的相，无量寿经，释迦牟尼佛介绍。是以当时印度人的观念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，认为这是好相、非相。也实际上，观经顶面甲咱讲的，阿弥陀佛身有八万四千相啊，一相有八万四千随行好。哎，都唔知咯。那过来做事，在这里面相讲，赞报心如来，心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，那是真的啊。至少咱得爱啊，相信观无量寿经啊所讲的话，那十六观经啊，报心如来。心有八万四千相，一相有八万四千随行好，未变呐、啊？为什么未变？伊无不识我之心所，这是灵变呢、啊。这物件也无，该做阿维瓦地菩萨，超越十方界咯。所以西方叫做世界，连环形动机土里面的物件拢未变，一成不变，这个太稀有了。十五界里面讲，由现地间妙殊庄严之相，将答案头前有讲过。咱啊，中国人讲檀香，真在简单，现在无了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有啊，古早时阵有，那像我会记得经书内底有记载，有一位印度法师。带来这个香，好吹，分量真少。来到中国了后，作为礼物，送给皇帝，送给皇帝礼物，更加名贵的物件，亲像。这类物件至少都要一斤，无一斤是袂当送伊啊！啊，伊不足啊，无遐大个分量，所以就拒绝咯。这个法师把这个香捏做一丸，就是点一丸，这一丸香竟然啊，这个香气。有四十里，四十里来拢片会丢啊！
风向啊，这真正人生部落，不管偌济拢买啊。江丹香啊，闻到的时阵嘛会啊，伫伊边，伫真侪边，宝香啊。这香果嘛是印度所产的啊，这中国无呀。中书寡路，恰色，今日出风子，潮流，你冲击啊！大概甲中国的这个下流差不多啊，模样啊，拢差不多。这个啊是吉祥果，下流一花都是，故意下流。你吉祥果，林经文第六华书，该以无量宝香合成，是故华果行方，行方是上方，也香气不断。花颜色啊，拢未变啊。果实嘛，拢是成色，唔是讲对细粒慢慢才大粒。花生啊！咱会当想象，这个果咱就给它挽下来。你啊看树顶阁生一粒，这些苗啊，千变万化，花果啊，幸福啊，美不胜收啊！功名照耀者，就是头前讲的无量功严，照耀不竭，可见处处华殊，就是啊，宝地周边的这树啊，这花，一坨芬香。佛风妙公呀，咱这世界无呀，咱这个世界树木是草本、木本，因的树木是珍宝啊。头前甲注意讲，七宝七是代表圆满，代表无量。有一宝成，有两宝成，有众宝合成。宝有光啊，伊自然放光。啊，尤其难得的是西方啊，基督世界无变化，所以称为一真法界，伊是真呢。有变化都是假，是法界唔是真呢，因为有变化，无一项未变化。西方极乐世界完全是自性所现，内面无色，
所以就无变化。心法界内有心有色，真妄合合。体是自性，是真的，像随着人的心念去变化。西方极乐世界人心拢嘛是经对上所讲的清净平等觉，伊无妄想分别执着，无妄想所以觉，觉而不迷，无分别以平等。无执着而清净，清净平等觉对应的就是咱现在三大类烦恼，见思烦恼就是啊念有，第三烦恼就是分别，无明烦恼就是啊不觉。所以无明烦恼断了，就觉离不灭啦。第三烦恼呐断了，平等心现前；见思烦恼呐断了，清净心现前。这是啊，真心嘛，清净平等觉。道理的这地啊，弥陀本愿啊。佛家修行功德的成就，咱往生的佛的加持，咱的自性和阿弥陀佛的自性是一，不是二。所以可以把弥陀本愿功德啊，变作是家己的本愿功德，就是啊立他为主，咱啊真正得到受用。那讲伫极乐世界，伫此地嘛用呢，未当伫圆满，也会得到九分。只要咱会当真正做到，真心切愿。一向专念，你就会享受到啊！下面给咱啊，讲啊，修条，修是长的意思，这树的长枝的啊。高者相接，福者垂盖。今日咱看到这个柳树，用柳树迄个枝条啊，真长啊，柳枝啊，定定伫这个枝的这个边啊，看到这个滴水感切。啊，不灵，一定一无，这个树啊，特别的衣冠啊，凌空相接，究竟冠大。非常魔性啊！最后地上，如是林秋出种种妙香，其香殊胜，非世间所有。古文世无凌如，无办法通比如。
哎呀，太好了！这个香气呢，嘛会当，亲像八公的水同款，用用神君。也会当啊，化解百病。这个世界人健康长寿，从来毋捌听讲破病的。无短命的无啊，大家拢是无良寿。咱只看到往生的，无听讲去叫做世界有死亡，无啊。那人无，花草树木拢总拢无，伊真发界啊！到什么时阵无咧？到你一个无死无明习气拢断清气咯，你也正着妙觉故位咯。你更加提升，提升到上一公尺咯。这个石波土都无看到咯，所以石波土符合金刚不这经常讲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石波土嘛，唔是真呢。回归到上一公尺咯。啊，咱知影，是佛陀对倒位来呢？有始无明习气来啊，无明断落习气也低的，习气那无这个现象，也都无看到咯。但是习气。啊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也是无共款。起心动念分别执着，迄是精色，迄是啊无常，迄是色变的，伊会变。无是无明习气，虽然伫伊未变，所以咱看到西方是报土是隐形的。相助的不灭的，这个功不生不灭。啊，伊最殊胜的所在，唔是讲伊的是报土，你是反省动机土，反省动机土嘛是未变，这就是非常非常的难得咯。佛大德、祖师大德给咱的解释，为什么凡是动机土也未变呢？那是啊，阿弥陀佛本愿为神的成就。不是啊，众生业力的成就。所以咱这个业力无量劫来，伫啊西方世界，绝对唔止三宝。啊，那每一个人前生有伫地球咧，有伫其他的星球咧，别个星球来到地球来投胎啊啊！离开身体，灵魂的活动空间太大了，伊无拘束啊，伊无物质现象，都未受拘束，速度真紧，咱啊无法度想象，所以
那有缘，跟西方世界有缘，西方世界拢嘛是咱托生活动的空间。未是自性了后，无迄落未造业的，所以西方世界。十法界内面的众生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拢嘛是待业。但是啊，这的业是伫西方极乐世界未起作用，也贪嗔痴未起来。啊，贪嗔痴对倒来，物质啊。啊，所谓啊，进步啊，伊稀有，就变啊非常名贵，太侪了，太侪，大家拢无爱啊。啊，咱这所在黄金，大家拢真介意，想尽办法要来收藏。人伊迄块黄金是破米落的，你敢要阁要滴呢？你无爱咯，就连都无爱咯。咱这边一粒珍宝，一块宝石，该想做手指，想做首饰，感觉真正名贵。人遐是啥物建筑材料，就像咱砖瓦甲遐同款的。所以去到那边，自然这个贪心就转去了。啊，咱大家咧无用着饮食啦、起居。去到迄个所在，什么都免烦恼咯。啊，你想啊，伊就会变现出来。啊，你若无爱，就无去咯。休息都唔免啦。你想要穿衫，衫就咧身躯，无想伊就无咯，也免去休息。每一个家庭内面清清气气，什么拢无。啊，有人客来了，大家拢有补助，也变化所作的。人客来去，什么拢无了啊？真正是啊，一点啊不念嘛。啊，真正是咱的啊理想，比理想的咱都想未到的，无法度人去想象的啊！伫叫做世界，你拢看到咯。啊！你拢受用着咯，然后啊，你才会想着讲，这个世界生活偌辛苦啊。所以啊，那边叫做叫世界，咱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。想要帮助家己离苦得乐，真正离苦得乐，除往生极乐世界以外，那是理想，绝对啊，未落实的啊。到极乐世界啊，真正都是离苦得乐。你那是讲真正参透明白了。分不得我现在就来去，我伫这世界多一天，就是多受一天的罪。我早一天来去极乐世界，就早一天享福。这是事实真相。我敢会留恋这世界呢？未留恋咯。这个世界要有真多亲戚朋友啊，我想要帮助伊，会用你啊。到极乐世界回来再来帮助伊，这是真的啊！回来一个世界的人，无论啊，投生到倒一个世界，都一道，你伫极乐世界拢看到了。你拢认识。你才有能力来帮助伊啊！所以这部经真正那是乌头，
迄干着非去不可咯。民讲随风散福，随得风里散播啊，机享福。沿水流分，顺滴水里流送机分风。从来第四十三，不向破分关机所念。也是啊，不向破分关爱啊，成就。所以四十八愿实际上都是描绘西方极乐世界意境庄严。世尊甲咱讲一部经介绍。实际上都是咧解释四十八愿，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家己讲的。咱啊过来看下面这段经文，有佛地舍七宝，地宝金沙，地是地底，有波罗花。波檀摩花、古摩桃花、芬多梨花、杂切公摩弥诃最上，这是写这部第一里面的庄严。第一里面啊，拢嘛是莲花，经常之故事的呢。就是啊，弥陀经上啊所讲的，青色青光，青色莲花，黄色莲花，红色莲花，白色莲花，讲了四种，实际上是无量杂色，无量色啊。这个四种是啊，四个原色。这个高配就变作无量色咯。这咱的科学了解，凡色只有三种。红的、青的、黄的。连白色嘛是这三种混合配出来。三个原色。这是佛经内面所讲的科学，伊也代表无量色。五味呢？酸甜苦咸咸，代表无量味，伊拢是交配啊。有现地中庄严之上，地舍七宝者，五亿万皆福佑如莲流转一滴。皆有如莲七宝故生。英文的意思真明显，池内面的流水，五亿啊，特别有亿池，就像咱现在讲的修水池同款。是你家己用的，在五祖莲七宝古生，这都说明
无需要设计，无需要建筑，也无需要建筑材料。你只要想买，阿姨就会现钱。这个液体就现钱，而且全部拢嘛是定保，这是代表圆满。你想要什么，伊就现什么，一切随心所欲，就是啊，我常讲呀，一切法从心上生呀，到极乐世界这就完全兑现咯。啊，随家己的心想，唔是随别人的。你想看嘛？一切法随心想生咯，要有什么贪心呢？贪心无了，嗔恚无了，贪未到才会发脾气啊！嗔恚，伊一个想到有啊，发脾气的机会啊，都拢无去咯。啊，伫迄个世界，无论是见色、见光，或者是闻香，拢总中成君，拢总生智慧，你就袂愚痴咯。所以到极乐世界，贪嗔痴、阿弥陀佛啊，拢无咧管啦，你家己会转去啊，自然就会转去咯。该定会自然的现前，所以修行的道场啊，也未搁再啊比极乐世界这样圆满的啊！啊，咱修行真正是好心，是无一个理想的道场啊。所以贪嗔痴啊，是未当断啊。烦恼习气是改未过来，你去到极乐世界，无人咧管你，自然都无去咯。烦恼习气拢总拢无咯。啊，戒定慧也是自然的增长。啊，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啊，拢总是咧中智慧，啊，拢总新鲜根啊。地步金沙啊，这个啊，地步金沙地基啊，地对汉语的话，有损白云底价，以地沙盖黄金呀，中有损黄金底价，以最对沙盖白云呀，中好有礼部啊，共做一底价，以啊最对。沙界呀、啊，金文呀、啊，乃至中佛有七宝共作一滴者，其滴对沙界金文啊，水晶、琉璃、珊瑚、琥珀、赤骨、玛瑙呀，这是古籍的呀。实际上，一个世界真正最一只的珍宝，咱这世界上无啊。我都无顾咯，付出来咧，讲出来，咱也听无啊，无印象。所顾诶，即个例咧，拢嘛是咱即个世界有诶啊。哦，咱呐、啊，会当机啊，小夸去体会着一挂，无诶啊，拢未讲咯。但你去到西方叫做世界，你即个。完全明了，啊！西方极乐真实状况，比释迦牟尼佛伫这个所在给咱介绍的啊，殊胜太多了。诸佛如来对西方极乐世界赞叹，万分之一都无够。这咱一定爱知影，所以去到极乐世界才知影讲，
甘苦的温啊。再想到要真正报佛恩啊，现在人按怎呢？伊唔知影恩德，无报恩这个念头，这概念拢无。一个到西方极乐世界知影咯，那唔是讲有好的恩德，那有这么好的修学环境呢？伫这环境内的保证力啊！一生生无上道，证到究竟圆满的佛果。下面下面呢，经文都有讲咯，智慧有四种的妙莲呐、啊，会说话的。有八路梵语啊，反正中国的是青莲花，八潭摩出闻红莲花，这啊，咱这世界上拢有啊。古摩条呢出闻红莲花，温多利出闻啊白莲花，小本啊所谓啊四色花呀。小本的阿弥陀经，库摩罗什翻译的，甲咱讲这个天色青光，红色红光，黄色黄光，白色白光，四色这个交配。你就知影讲，池内面莲花有偌水啊！无量色的花，这个花大概伫西方极乐世界，只有这个宝池的这个花有变化，其他是看袂到。这个花不是极乐世界的人啊去摘的啊，不是安尼生啊，伊对倒来呢啊，西方世界啊念佛的人，有人念佛啊，想要求生极乐世界啊，这宝池都是一朵花，这个花顶面有你的名，将来你往生，佛就摕这朵花来接引你。花的颜色、花的光、花的大小，甲你啊念佛功夫啊成正比例。所以这个花都有大有小，有同款啦。有生甲真水，有生甲真水，慢慢就打起咯。迄什么？迄人体心咯。啊，念几年佛都无念咯，修别项法门，啊，这个花就打起咯。伊无想到极乐世界来，就这个啊有变化，其他你全部拢看袂到变化。啊，咱发心念佛求生，宝池内面啊都有花黄出来咯。为什么先开呢？咱啊往生迄天就开了。佛就提这类花来接你，所以这类花是咱念佛功德是所成就啊。而咱心脉清净，心脉善良，花的光色就水咯。唔通怀疑，唔通夹杂。怀疑夹杂，就是这花就会破坏。啊，你咱才会真正体会到经典内面教导咱呢。发菩提心，以向专念，
菩提心是真心吗？我这十几年来，差不多也有20多年了，在美国的时候提出来，跟大家也说菩提心，我就用无量寿经的经题，菩提心的体真性，真性心是菩提心的体，我们要用真心，要用诚意，诸事待人接物，不用怕别人会欺骗我，别人用虚情假意对我，我用真诚心对伊。为什么呢？我要来去极乐世界啊！别人若用虚情假意来对待我，我嘛用这个来应付伊，啊，咱呢极乐世界就袂当去咯。啊，用虚情假意会安怎？也是会去六道轮回，唔通去做咯。那做这款代志啊，免惊人骗我，免惊吃亏啊，免惊上当，什么拢免惊，都是用真心对待人，真诚心待人，真诚心嘛，真诚心对家己，这是啊，自受用；对别人是他受用。菩提心有体有用，对家己清净啊，平等觉对家己，这伫个经典内面叫做清心，清心是对家己的清净平等觉，对别人呢大慈大悲。所以我用的都是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这都是菩提心吗？咱那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，是不是这个心？是这个心，你就真正住在菩提心上，你真欢乐。互相内面念的无算啊。可做完了，你就袂记你咯。也是啊，虚伪心的对人啊，你就错咯。这个互相无效啊，那无效，你好想看吗？是不是骗婚啦？啊，早可骗伊一摆，暗可阁骗伊一摆。你就想看嘛，你的罪要偌重啊！你哪能骗佛呢？佛无伫面前，佛在一个拜位，佛在一个佛像啊，你拢会甲欺骗，你的心太不善了。所以啊，一定爱甲这个菩提的心落实伫生活上。我现在要藏东行，心嘛啊，换做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都是清净平等觉，我用清净平等觉待人接物的时阵啊，这都是阿弥陀佛的心，跟阿弥陀佛拢是同款呐。阿弥陀确确实实就是啊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我嘛用这个心，包括恶意诽谤我的人、羞辱我的人、陷害我的人，拢总用这个心来对伊啊。对的，
这就对了。啊，咱无一点故事啦。啊，咱知影用轮回心咧做轮回业，也是有苦，咱会去接落世界。咱念念不忘，这个人有缘啊，善缘有缘，恶缘嘛是有缘。无论善恶，拢总是有缘人。有缘的人，甲我都有感应度高。伊有困难，有需要来讲我，拢会知影。伊有感，我都有应，这就对了。有见诸佛，令何不及时的无量寿经见诸西方之莲，有青黄赤白四种，有水皮肤，这个开罗之三十二异名，第一个是花无开念佛的人。也无往生，啊，莲花花唔也无开开啊，第莲花开咯，花开就是往生的人，花开见佛。啊，第三个花落，应该是啊，无落的时阵啊，花无落的时阵。你伫莲花内底，你嘛住在莲花内底，你的宫殿老官嘛伫莲花内底。那莲花是安怎落的？唔是落啊，伊飘去空中去咯。你想要去倒一个所在，莲花就会伫迄所在；你想要到伫地上，莲花就落伫地上。你想要在七宝地内底，你的莲花就在地中；你想要在空中，你的莲花就在空中。啊，听我讲，莲花是咱居住房舍的这个地基啊。伊也代表一尘不染嘛。莲花出污泥，泥不染。污泥代表绿道，啊，污泥顶面是清水，清水代表四圣法界，声闻缘加菩萨佛，花开在水的顶面，一真法界啊。所以啊，泥个水代表是法界超观了。啊，那来常常想到莲花。那绿道啊，未沾染，四圣法界嘛未沾染。四圣是净土，六凡是秽土，净秽拢未沾着，就去净法界去咯。在十法界内面，四圣法界是净土，六凡是秽土。四圣六凡拢未沾着，这真正超越了。啊，今仔日时间到了，咱就学习到这地。